香辣大肠，你要哪块？粗的细的？粗的细的我都想吃。你先吃，咱们也愿意吃啊。嗯，粗的这边就是能拉丝儿啊。给我一个啊。那你这两块你要哪个？啊，那个小的，嗯。你要没有空气炸锅，你就用炒菜那个锅啊，放小火慢慢煎，两面煎黄了，你再多煎个两三分钟，它就是脆的啊。细的那边就是嘎嘣脆，粗的这边有筋。这个大肠只有一丢丢辣度，小牙妹都能吃。嗯，